然后现在这题哈，他说 k 小于零，对吧？哈，他说这条直线和这圆相切，求 k。麻烦一件事情，看到一个圆，自动自发，先找圆心半径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圆心是几？定它为圆心是几？二一，半径是几？二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这时候相切，所以第二件事情。麻烦把圆心到这条直线点线距离算出来，行不行？所以说麻烦把这条直线圆心到直线点线距离算出来，行不行？这时候相切，所以圆心到直线这段点线距离算出来会等于多少？半径，行不行？所以点线距离怎么算？根号 a 平方3平方9加上负4平方16分之绝对值，这样行不行？把 s 用2代，我用1代，6减4加 k， 这段点线距离会等于半径是几？ 2， 这样行不行？之后9加16 25开杠 5， 除了一块变什么？乘的，算出来5 2多少？ 10， 行不行？所以6减4算出来是2加 k 的绝对等于几？ 10， 回答我，2加 k 的绝对等于 10， 可见 k 是几？因为绝对值可正可负，2加 k 等于 10， k 是几？ 8， 2加 k 等于负 10， 所以 k 是几？负几？ 12， 是不是好了？因为题目说要怎样， k 要怎样？小于0，所以说我们选择多少？选择负 12， 这样行不行？ 8这时候怎样？不合，这样行不行？因为题目说要 k 小于0嘛，所以说 k 选择负12的， OK。